我真的不想出卖李处长，实在的下手太狠。在重庆眼里，我们就是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所为都是跟随汪主席，追求和平，避免人民毁于焦土战火的正义之举。拜托各位，一定要珍重，保护好自己。以前卢某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，一杯消掉。卢某从今天起，绝不会对各位有任何亏待。云某一定追随仁兄，鞍前马后效劳，不耻恶心。冲！